8:34，出发喽！就在这栋房子，这里要登上去了，这是有目157之一。看什么呢？看这个人工鱼体。回转道走上来，有个停车空间，来到卷面瀑布的岔路，要先取右下卷面瀑布，右手边也有个停车场，往下走取右要去卷面瀑布，右手边竟然有一栋红砖屋，哎，哇哦，太讶异了。我们上次不是从这里，我们上次是从那边切下来，真的垂降的它都有拉绳，我觉得我们不要走这个，落差太危险了，我们回去好了，走另外一边就到这个岔路，我们走这一条，我上次就从这样下来，对，然后走这一段，再碰到岔路取右，来到了这个陡降路径，解铺。游过去，内部在那儿。这是个大滑瀑，哎，这样滑滑滑滑滑。8:58，刚刚山友说回到这个岔路，不要走原路，取右到新的山径，往云山瀑布，看到竹林，看到水塔，这个河床的地方已经有整理出一个路径，山友把山径整理得这么清楚，而且架设阶梯跟绳子，就是从这棵大树的这里，它没有绑登山步条哦，但是有几颗石头稍微确认一下，然后旁边还有一棵这样的蝌蚪科的树吧，接上这个云深瀑布的步道，过一个小溪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刚一定是在下面漂亮的柳山林道，立马就看到很漂亮的溪流咯，过一个小木桥，
干枯的溪流，右转下去玩水来了，瀑布就在正前方。因为有穿雨鞋，那边有人在看我们。云深瀑布过桥就到了。这是一个风口，然后这个枫红的时候超美的，这就是云深瀑布。这个游客实在太多了，超级壮观。上走，来到了瀑顶，可以下去瀑顶。太可怕咯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好可怕哦！超美的哦。再继续往上走，哇，又一个瀑布，超美的。一爬上来，这个熊空山、塔宝山的指标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树根真是太有味道了，插入取药。到了，很漂亮哦。人突然间超多了，我们离开这个刚刚独享很久的秘境，要去奥花瀑布走。气喘吁吁的爬升以后，看到奥花瀑布的岔路指标了，取左去奥花瀑布。转过来就是奥花瀑布了。在这个阿花瀑布回走，回走组合山、熊空南山。
三分钟。组合三的岔路开始上登哦，山林都是柳杉跟一些阔叶木的混种，走起来非常的舒服。登上南线一个峰顶，这是个假山头，标高820是吗？好，昵称啊，这里是820峰。碰到岔路，那这边是要绕山径，等一下也是会绕到上面去，那我们取直直接往上走。上都是大头茶的落花，所以这个是大头茶花的纯林，超级美的一段要绕山径。哇，观景台可以看到熊空山。原来刚刚腰绕的那条从这边陡切上来，殊途同归，看风景喽，看山喽。超级美的，看看最远方那是三峡吧。哇，不是，熊空南山组合山剩160公尺 ，Go！ 开始上登哦。这是回头望的指标，那往前呢，就是组合山的指标。啊，哎，这里这一条路，这边一条路过来。起点快到了，约三分钟抵达，走在南线上，爬山。2:24回去熊空候车亭，来石路哈。这边是去新农桥满月园的停车场，这边要去乐乐谷旅宅千户传奇，将近3公里，往熊空车站方向走。这是个柳杉林的林道。巨木，大人哥去当比例尺，来。靠近看，它真的不是一棵树，腐朽了。这边看，的确它是一棵树啊，组合山的组合树。欣赏一下左边的柳森林，很美呢。板根树大集合，1、2，前面还有3、4、5。你听到吗？山枪的声音。呜，开始看到竹林喽。好的，你
过倒木，过了十个月，它都还在。又来个弯坡了，到竹林 and 香蕉园，看到竹林这里哦，山友们要记得从这里右转。涌泉吧，好可爱哦！不不不不不不不啊，头一次，太阳还高高挂哦，我们就要下山了。它很特别，就是会附身了一颗不晓得什么东西，然后它开红花，它开红花哎，所以它果然是被这一颗附身了，哇哦！房子在下方喽。看到这个竹林，小心右手边，这边可以直接往下切哦。接过而已，接过而已哦，谢谢哦。来福哦，你叫来福哦。哦，这是第七林林长的家哎。拜拜。鸭子哎，哦，这棵枫香树下，哇。站哦，是中心桥，是指标奖的中心桥跟千户传奇，回来熊空候车亭喽。